缅甸的哦，只是因为我们放在这边哈、哦。好，那为什么缅甸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呢？因为缅甸的布袋戏文化大概在20多年前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哈、哦。为什么会消失呢？其实缅甸当地是有华人的哦。那因为缅甸呢比较辛苦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内部有非常多的政权的问题，战乱，然后到后来又军人统专制的统治哈、哦，所以说他们在英国，不是英国，他缅甸呢，他们在脱离殖民之后呢，他们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军人统治哦。那在这个统治期间呢，他们实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哦。那在他们当地的这个政策叫所谓的排华政策，就是排斥华人，排斥华人的文化，所有的文化哈。所以说这个政策呢，让所有的中国的文化在缅甸当地几乎的慢慢的视为消失哈。所以说在缅甸当地，在20多年前呢，最后一个戏班子的师傅就是他，他呢。把他的最后一个舞台卖掉之后呢，这个布袋戏的文化从此就在缅甸消失了，还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哦。因为我们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呢，就只剩这个师傅，那包含他的偶全部都没有，都是我们带去的、哦。那所以说，在缅甸当地就看不到所谓的布袋戏的文化，所以说这一块就消失了，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对。